富荣、坚强、聪慧及你活泼，因一次意外开始能预知人生，只求一世一心愿，一生为一人。徐静，文韬武略，有勇有谋，从小就因命格不详而受人疏离。我就是天煞孤星，我这双手不该触碰任何人。我把好运分你吧。徐平，风度翩翩，温润如玉，因母亲早逝导致他常年没有安全感。逆天改命，再续前缘。4月22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全台首播《如意芳菲》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